就是这个绑起来不好看。阿管你好，你好，马来西亚大哥，新话筒还没到。欢迎奇不怪。哦，等一下，就马上订宝坑烟。面叫双面叫吗？糯米饭粘，糯米饭粘不平，应该是。我看以前好多人他是用那个面粉煮一下粘，好像也可以粘。欢迎天空哥，欢迎五二哥。我在贴的位置不在这个镜头里面看不到。国中有我对你的真情，国中有你的温柔。哥哥哥哥我不在。我们就是来，你们坐吧，入场和阿广看开一点，心情就豁达。阿广晚上好，你好，天空哥，欢迎天空哥。天空哥好久不见啊。你们坐吧，你们坐，你们过来坐。渡过这，拉过沟，一抹走，我不走，千座碑，一港口。打个招呼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妮莎，今年17岁，我是老挝人，我现在是在上麦猪肉，所以大家我猪肉妹，我喜欢喊麦，我欢努力学习中文和跳舞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西。你好，我是阿尤啊。你好，大哥们。你好，你做文字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是吉雅。小溪越来越漂亮是吧？强子阿广现在偷懒了，没有偷懒啊，我这几天是不是很多乱七八糟的事，又是加上过年啊。我们来拿个开场才艺，这个小溪谁拿个把盔烟，先把盔烟他得困。我们拿个战歌舞啊，恨你啊。小溪个鸡啊，好，两个人
姐妹，大家好，晚上好，你好，文仔仔兄弟。谢谢飞机兄弟，非常感谢你的点赞。日落长河，这两个妹子不出两个月可以超过他们的前辈。好的，谢谢。坐吧，坐吧。谢谢小西，谢谢鸡样。欢迎分数四万的。这座场合阿广要和他们严格管教，不要和他们谈感情，他们就没有条件和阿广交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欢迎金哥，金哥你好。因为我
早已迷失了方向。小溪有种富贵美是吧？我们接下来再上个才艺，这个我们再上个七五鱼啊，可粉燕可粉，再来个开场才艺。三个人 OK， 紧凑点 OK。现在的家人们，请给主播连个粉丝灯牌，家人们帮忙点点赞。教授大哥每天看情人，先上开场秀，好像有点早了，还没差不多了吧？反正，好，我下次注意人上来的时候再上。ซุ่มเป็นแถวแห่นั่งแมวถวยฝ่าย้อนว่าซุ่มผู้ขาน้ำขาดหน้าดินแห่งไหนท่นต่อไปว่าก็我们晚上一般播到十一点，老挝时间十一点吧。老挝时间十一点。สาธุสาธุThank you.
网春这个歌就有意思了，就是好好学习。欢迎月笙歌。笑什么？跳舞很啊，跳舞漂亮。对，月笙歌，家人们晚上好，你好，月笙歌。欢迎永旺哥。欢迎永旺哥，永旺哥你好。欢迎路过哥。欢迎路过哥，路过哥你好。小溪有大军意识，场地开阔就是好。对啊，大哥晚上好。大哥晚上好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沙巴的东康大哥，是沙巴的东康大哥，欢迎广州陈哥。叫声鸟声换怕了没有啊，兄弟？还不是一样吗？大哥是永州，我是祁同啊，我是衡阳。天空哥是永州是吧？这个长河是祁同，祁同我在祁同还是有点熟悉。啊，我是衡阳，对。木工老巨3000再点吧。好的，欢迎，谢谢木工老巨兄弟。意境你啥是啥？意境兄，意境是在香港哦。唱中文歌好，所以唱首中文歌吧。对了，彩彩们唱中文歌 ，OK。欢迎，谢谢意境哥的棒棒糖。永旺哥，哎，晚上妹子们、大哥们、家人们晚上好，你好，永旺哥。欢迎陈姐啊，我们现在20分钟都有7万赞了，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的点赞，家人们辛苦啦。新来的家人们，请给主播点个关注，请给主播点个粉丝灯牌。明显个。有位大哥点我名，要求我来把私营。我说大哥你真行，给点稿费行不行？不要你的精神营，上个火线啊，广一样广你。明显兄弟你太有才了，真的很厉害。啊，对，祁同是属于衡阳市的。我唱你闻喂you
谢谢彩彩妹，天空哥环境好多了是吧？天空哥，谢谢你的支持。阿如厉害，好的，乌二哥，怎么非常中文歌？他学的，他自己学了。是的，热闹场合。二的天空哥，我没在原来那里直播了，这里是新搬过来的。对，谢谢四川枫叶。天空哥都鼓掌了，我也跟着鼓掌，让你感受我的热情。买一个无线话筒，一个无线话筒好一点的要5000呀，还自带声卡，声卡好一点的稍微好一点的也1000嘛。谢谢文哥的掌声，谢谢广州陈哥的掌声。如妹子学中文很勤奋，对啊。天空哥，天空大哥点个节目。好的，天空哥想看哪个妹子的才艺吗？天空哥，阿广为人不是好的，谢谢热场合。天空哥点个节目吗？天空哥长辈进步大啊，我们现在不到半个小时就9万赞了，家人们，我们争取点赞到10万，可以影响推流啊。谢谢家人们的点赞，新来的家人们先给主播点个关注。天空哥想看哪个妹子的才艺吗？好看又好听，好的文仔仔。后面两个长得像，有没有亲戚关系？好像有。阿西个鸡鸭面皮弄面吧，总和面皮弄面吧，是亲戚关系，是有点亲戚关系的。怎么了？小西是姐姐，西西是妹妹。欢迎妖娆，妖娆你好，谢谢生生不息的点赞。妖妹晚上好。欢迎一路长虹。鸡鸭也来唱个歌吧，鸡鸭。
啊，一个人要不一个人唱歌，两个人跳舞那个会吧？要不会唱好。他只能踩上面唱歌，两个人跳舞是吗？要不会唱，好可以踩上面唱，踩上，没人踩呀、啊，好。就是他们两个嘛，没零钱。几个小西哥的呀？几个小西？我唱歌，吉亚和小西跳舞。This is a DJ Peter Productions.